欢迎大家来到知点国际在线课堂，我是主持人田静。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了 NLP 心理学商业应用领域的专家胡谢华老师。下面我对胡老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胡谢华老师为知点国际营销管理商学院特聘讲师，国际企管机构的总裁，全球华人 NLP 协会会长，北京大学新经济成才促进会特邀顾问。2002年7月11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被评为中国首届十大杰出培训师。2003年被誉为亚洲八大名师之一。胡老师是一位杰出的企业教练，他曾受聘于多家跨国公司及世界500强企业。在过去的10年，胡老师成功地协助国内外企业创造超过25亿美金的业绩，被业界誉为企业最佳绩效教练。他培训的客户包括世界500强企业、世界第一大饮料公司可口可乐、世界上最大的工程机械公司卡特彼勒、中国银行、美国强生、UT、斯达康、中国中央电视台广告部等上百家企业。10年来，胡老师的足迹已遍布中国及亚太地区，北京、石家庄、沈阳、长春、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等几十个地方，在业界拥有良好的口碑。胡老师的有效果比有道理更重要，有选择就是有能力，最灵活的部分也就是最能掌控大局的部分等管理理念，对为21世纪备受挑战的中国企业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思路与活力。很遗憾哦，我就今天中午啊，在上面看报纸，北京的报纸，这个网易的一个 CEO 38岁死了，也刚刚登出来，我刚刚看到，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在这之前不吃惊啊，之前还有很多人死，演艺圈傅彪听说过，也很年轻。还有浙江有一个企业家是君瑶集团的董事长，叫王君瑶，38岁，去年就半年之前，去年在大半年之前，在上海11月份死的，这么年轻啊，38岁啊！各位这边超过38岁的人有没有啊？那我可要告诉你，你可长寿了。是啊，哎呀，人家38岁都这样，所以各位啊，这个要我相信他们压力是很高的，医生都说他们是累死，都是太辛苦，压力太。其实压力没关系啊，压力可以变成什么力？动力，就是要转换。要转换，要自己有转换的，要自我沟通很好。有机会各位可以收看我的关于沟通的内容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特别是跟自我沟通。所以亲爱的各位同学，演讲要做得好很简单，要把这股能量释放出来。本来都是很活跃的能量，小孩子见到一个姑娘她很喜欢，她就会说姐姐我爱你，长大了你敢不敢啊？你就不一定敢，等下她拒绝我怎么办？她有很多想法。哎，可是小孩子他也是慢慢长大，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呢？那有一天啊，小孩子看到一个姐姐很漂亮，他就过去就说姐姐我爱你，结果这个姐姐送给他3个字，神经病。所以他本来活跃的能量哦，就萎缩了一下，被打击了一下。所以呢，慢慢的他们的能量越来越不活跃。所以亲爱的各位贵宾啊，当一棵树长不高的时候，为什么？原来把它摘下来移到盆景里了，把它放回大自然肥沃的土地里继续成长，我们也一样，我要放开放开啊！好，那这样是爆发出你的感染力、推动力的重要来源。一个情绪放不开的一个讲者啊，他永远没有感染力的，因为他连自己都感染不了，所以这个是真的很重要啊！各位记得好。那接下来我们讲肢体语言，肢体语言啊，我们已经知道了它是多少的影响力啊？55%的影响力。哎呀，如果你从来没有往这方面去学过任何的技巧，那你可是错失55%的影响力啊。嗯，肢体语言呢，那要怎么做呢？那我提供一个方法。我曾经在课上呢，我有这样的练习啊，在 PTT 的课程上，我会请一个同学上来先讲一个故事，当然要简短一些啦，1分钟可以讲完。他讲一个故事，尽量让语调很突出，他就拼命的注重语调讲。讲完一个故事之后啊，然后我就没收他的麦克风，然后我跟他说，现在你是一个哑巴，但是你还是要把刚刚的故事再向听众讲一遍。
他说啊，这怎么讲啊？各位，这要怎么讲？他开始要表演了。对了，我同学就想到，你是个哑巴哦。他开始表演了，他说有座山，他要表现山的样子，有个人在那里跑步，他开始要做动作了。我发现他的肢体动作全部都出来了。各位，不是你没有肢体语言，是你忘了使用你身上原本具备的这些资源。所以 NLP 认为啊，每个人都具备使自己成功快乐的所有资源，全部在你身上，只是我忘了使用。所以后来他们开始练扮演哑剧哦，做很多哑剧，哇，肢体动作每个人都惟妙惟肖。各位回去一定要试一下哦，你可以选择一个故事，不用嘴巴讲话，用身体把这个故事表达出来，而且让旁边的听众都能看得懂，行不行？如果能看得懂了，你的肢体语言过关了，哎，所以胡老师不用教你怎么站是好的，这都不用讲了。当然也有一些东西要提醒，比如说在公众的眼睛当中啊，一个人在台上要有一个基本的形象。什么叫基本形象呢？基本形象就是说他不说话的时候的标准动作。那我举个例子啊，像胡老师的基本形象是什么样呢？我手会放在这边，放在这边，你看我可以做很多动作，但做完之后经常会回到这个地方，这是我的基本形象。我可以做动作，哇，怎么做都可以啊，做完了但要回来。基本形象，有些人基本形象是双手垂在两边，也有些人在后面。但我发现每一种形象都是有一种印象的，我觉得应该选择一个比较积极主动的，手在前面表示比较积极主动。如果我这样有什么感觉？如果这样呢，有点太高傲了，好像拒绝别人的感觉，手耷拉的好像太随意。所以我后来觉得在这个位置是最好的，就是很积极正向向前冲的感觉啊。一般而且这个形象刚好符合有点三角形啊，这个蒙娜丽莎的微笑据说也是这个样子，差不多了。哎，所以这些是很经典的动作，在人的潜意识认为这是看着比较舒服的动作啊。我已经试过很多种，我可以试着这样，我发现不是很好，后来还是这样会比较舒服啊，这样会比较好。还有注意一个，手心一定要朝上。很多人讲师就告诉你们哦，我对你们说，我这样是最不好了。手心一定要打开朝上的，这个给人感觉开放积极。所以有些讲师上台动作很小，就是我对你们说，动作都在胸前都很小，为什么不伸出去呢？人家又不会把你的手给剁了。所以要打开舒展开来，这样会效果会更好啊。各位，这个感觉不一样的。比方说各位同学大家好，还是各位同学大家好啊，打开会更好。好，那肢体语言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也做了一个练习的方法，希望大家能回去之后呢能够真的好好去练习啊，知道不等于做到，要去练习才是对的。各位同学，在这一部分呢，我要跟各位来讲解控场能力。控场能力呢是一个公众演说者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就要说，这个讲师很棒，他控场控得非常好，就是指这方面的能力。控场能力要做得非常好呢，你要具备内在特质的最重要的最后一个，就是叫做灵活度。灵活度呢要向什么东西学习啊？像水，老子说上善若水啊，像水一样的灵活者。好了，那一般我们会遇到很多挑战，一些很多听会提出一些古怪的问题。这边不知道有多少企业的老板呢，他经常要面对这个记者，有没有？可能有些人要面对记者。比方我记得某个歌星啊，好像是也蛮红的一个歌星啊，他的经纪人跟他歌星一起开一个歌迷会啊，有个人问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这个经纪人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其实胡老师在看电视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他只要应用这几招就轻松解决，而且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人家还觉得哇，你们这个很厉害。所以这个回答听众的不同的古怪的问题呢，就好像有点像外交辞令一样。这些方法呢可以让你用在跟记者跟你的任何的不同类型的听众提出的古怪的问题，你都可以一一处理啊，甚至在某些时候沟通的时候也是可以用到的。好，那要掌握这个七个方法呢，要具备四个原则，我们称之为处理
听众挑战的四项基本原则啊。那哪四项基本原则呢？一，我们要相信，各位请把它记下来，叫做所有的行为背后都有一个正面动机，所有行为背后都有一个正面动机。各位，这句话可以理解吗？也就是说，所有的行为背后它总可以找到一个正面的动机。我举个例子啊，这是我做的一件坏事啊，那个，然后大家请找一下我的正面动机可能是什么。有一次我要出差，那次呢家里刚好一个人都没有，我家有个鱼缸啊，有1.8米一个大鱼缸，里面养了100多条小小的热带鱼，都是小小的热带鱼，很好看，游来游去。那我想我要离开家好久，要3天加上来回，大概要5天不在家，这个鱼5天没人喂，那不是会很饿？所以我临走前怎么做啊？我就把鱼食拿出来，然后呢倒一下，我觉得可能不够，这可是1天的量啊，再倒一下可能还不够，2天可能就吃光了，再倒一下3天也吃光了，干脆多倒一点，倒了很多鱼食在里面，我想留着慢慢吃，这样总不会饿着了。各位知道等我回去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对，鱼呢死了16条，就但没有死光啊，死了16条浮在水面上。哎呀，我说我看着那些鱼啊，觉得哎呦这很心疼啊，哎呦我对那些鱼说真是对不起啊，我说我不是有意要杀你们。那我做这件事情，我撒这么多鱼食啊，后来请教专家啊，他喂鱼的人说，他说鱼是撑死的，他说我说我给他倒这么多东西，他只要一饿就可以去吃啊，他不饿不要去吃啊。他说鱼哪有这么聪明啊，那他要不断的吃然后撑死。后来各位都发现原来我的动机是什么好的，就希望鱼不会饿着，但结果却谋杀了他们，一样的道理啊。所以生活中有没有类似的事情啊？好心做坏事，有没有？有的。各位你仔细想想看，我们的有些父母亲经常好心哦，爱孩子哦，孩子我爱你，孩子真的很爱你，结果孩子跑得很远，我不要你的爱，不要你的爱，最后孩子跳楼自杀给你看。上次报纸报道了，记者就问母亲啊，哎呀你的孩子怎么这样会自杀，你是不是对他有点过分啊？他说天哪记者先生啊，我真是多么的爱我们的孩子啊，没想到我就这样批评他两句他就这样。各位这叫爱吗？什么叫爱？爱也一样要从对方的角度来思考，他是否喜欢。你说我为他好，可是你这是为他好吗？送人家上西天啊。所以各位同学，这个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要理解所有行为背后都有正面的动机。不过这些父母亲我完全同意，他们真的是爱孩子，但是爱别人不代表你的方法就是正确的，所以爱别人要有爱别人的方法。有一只猴子啊，举例啊，有一只猴子听了胡老师的课之后，他觉得啊，我要做个有爱心的人，他想我一定要做一件好事情。做什么好事情呢？他就蹲在河边想想啊，望着河里的鱼啊，想啊想啊，终于想出来，叮咚一声，他说跳下水把河里的鱼都救上岸了，那这些鱼都死了啊。所以好心会办坏事，价值是推动任何人的决定因素。所以你要一个人，你要去推动一个人，你要给他一个什么价值，而且他喜欢的价值。所以这是我们要印象，所以你要处理反对意见啊，你就要知道他要什么东西，你要给他一个他想要的东西，你就可以摆平这件事情啊。你可以用，你不一定是你给出去的，你可以用其他方面的。等一下我来举例啊。第二句话就是价值是推动任何人的决定因素，其实这句话你想想都很有道理，不仅用在演讲方面。第三句话，最灵活的人就是最能控制大局的人，最灵活的人就是最能控制大局的人。各位知道这是为什么？各位，灵活的人表示他有多种选择，有多种选择的人就是有能力的人，没有选择的人就是受限，就是没有能力的。我们来思考一下，一个企业当中是什么地方最灵活？是流水线比较灵活，还是最灵活是什么？一个企业一个组织当中最灵活的部分就是最能掌控大局的部分。所以一个企业组织当中最灵活的部分是哪个部分？当然是人，对不对？不是机器的，人是最灵活。但一个人最灵活是手比较灵活，还是腿比较灵活，还是，对的，脑子是最灵活的。
我的脑，所以掌控大局的不是手，不是脚，是什么？大脑。所以各位明白这个 NLP 的，这四句话都是 NLP 的前提假设。所以这个 PTT 胡老师讲述的营销课程也好，经营课程，这个 PTT 课程全部都是基于 NLP 的这个学问出发的。NLP 这门学问真的很深厚啊，它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这个东西，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逐步去了解，因为透过我再怎么努力，透过一天两天，我也只是讲了一点点一点点而已啊，所以有很多的内涵可以令到我们更卓越的表现。所以最灵活的人就是最能掌控大局的人，所以一定我们要做一个灵活的人啊。好，最后一个原则就是无论什么表现都是沟通的讯息，就是无论我们怎样的表现它都是沟通的讯息。比如说胡老师我不说话，那也是在沟通，我一皱眉头更在沟通，眼睛一瞪还在沟通。所以每一个动作，所以处理听众啊反对意见或者抗拒挑战的问题啊，表情很重要，你要面带微笑，不管他怎么提问你都面带微笑，然后点头，显得胸有成竹，心里可以说我该怎么对付你呢，但是你要显得你的动作就是讯息啊，你不要慌了这个阵脚的样子啊，要点头微笑啊。好，那我就跟各位来讲这个方法了。那个方法要怎么做呢？那大概有一个这样的思路啊，不管他问出什么样的问题，你首先你要肯定动机。比方说老师你的头发多久理一次啊，他也许问这样一个问题，那你首先肯定他的动机，他的动机是对的，他很关心你，所以你第一句话应该怎么说？谢谢这位同学这么关心我。哎，大家首先给他热烈掌声鼓励一下，他就很荣耀，在那里很高兴了。然后先跟后代，你是问我这个头发多久理一次对吗？他说是。各位别看一个小小小的动作，这个动作我建立了一个他对我的回应是 yes 的回应，当他开始跟我说 yes 的时候，我就有办法让他不断的说 yes， 最后请坐就好了。那我们来看看，所以你要保持幽默风趣，各位注意哦，要幽默风趣感很重要的，这样就能轻松对付了。那具体怎么做呢？七个方法，各位把它记下来哦。第一个，各位把它记下来，叫做停车场。好，我在这个 VCD， 我把这个 PTT 的这个秘诀大公开啊，都核心观点跟各位来分享。停车场，这是处理挑战的第一个方法。什么叫停车场呢？我来示范哦，各位回去一定要多做练习，变成你的语言习惯，那就厉害了。变成你的语言习惯，停车场什么意思？就是说啊，你问的问题非常好，让我把它记下来，稍后呢我们集中来回答，这就是停车场。就是啊，你的问题问得很不错，哎，我把它记下来，那等一下我们来回答，这就是先放一放。对一些很棘手的问题啊，你一下子想不出对策，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先把它停一停，稍后来处理。好，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我们把它记下来，叫做秋后问斩。秋后问斩，秋后算账，这什么意思啊？哎，我跟各位来做个示范。这个呢跟前面的停车场有类似之处，不过呢这个更厉害，把它推到一个更远的地方。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啊，上次有个同学就来考胡老师啊，他就做坏学生嘛，就我因为我们课上会做这个练习，让同学呢轮流扮演挑战的学生，让学生上台轮流扮演老师，就处理这些就应急的反应。大家古怪的问题什么都有啊，只是有个问题是这样问了、啊：老师，你今天跟我们讲诚信、讲道德、要守法，可是报纸都登出来了，说你偷税漏税，那老师该怎么回答？他说你今天跟我们讲要守法，要遵守纪律，要讲道德，要讲诚信，你自己都偷税漏税，报纸却登出来了，看了报纸在这里，哇，那这个时候讲师该怎么办？那可以用这个秋后问斩的方法，那就可以这样说了啊，谢谢这位同学这么关注我啊，这么关注我。那关于这个问题，如果你真的非常感兴趣呢，我们已经在下个月的18号在长城大酒店位置专门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欢迎到时候你来参加。哎，我的秘书在那边，你可以索要一张入场券啊，大家给他掌声鼓励，谢谢，请坐，有美食了。所以各位，这就是把推后到另外一个时段来处理啊。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方法，叫做
超出范围，啊，超出范围。哎，有些问题问出来的时候，你一听就知道，哦哟，那这、这个已经超出了，这个今天主题之外，那该怎么说呢？你说啊，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有意义。各位记得，永远都要肯定听众，永远都要肯定听众的潜在动机，它都是好的，那确实是好的。你说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意义啊，下一次我们专门来召开这方面的主题，大家说好不好？大家说好，那又没事了，因为大家都说好了，那这个人就哦就坐在那里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下一个方法叫做私下解决。什么叫私下解决呢？有些问题呢，就是说大家都不想知道，就是这个同学想知道，所以你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所以适合用这个方法。比如某人说，哎，老师请问你业余有什么爱好啊？比如其他人不想了解，比如说老师你的袜子是什么颜色，甚至问得更古怪的问题，那你可以说，哎，如果你对我的袜子颜色很感兴趣，那下课之后呢，我住在2046房间，你就到我的房间里来好了。哎，那这样就是私下解决啊。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叫做转给群众。啊，转给群众，什么叫转给群众呢？各位，我们作为一个演讲者在台上啊，请问你是孤身一人，还是你有百万雄师在你身后啊？对了，你应该有百万雄师在你身后，别忘了，哇，你可以借用的力量太多了。胡老师经常会借用林肯，包括总统，国外的所有的力量，我想象他们都站在我身后，都可以用的。还有更别忘了现场的谁，观众，所以你可以转给群众。比方说有个人问了，老师，地球一共有多长？我举例了，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答案呢，那你说，哎，不知道哪位同学对他的问题有见解？哇，有人说胡老师，我知道，我来跟他说，哎，你就在旁边看就行了啊。有时候问出一个很古怪，比如攻击你的人身自由啊，或者是很古怪、很难让你很难堪的问题啊，哎，你说，哎，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义啊，哎，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哎，转给大家，大家就开始说，哦，我认为胡老师应该这样，那个人说我认为应该这样，那个人说我觉得是这样啊，大家一直说，你在旁边就点头微笑看，最后我来总结一下，刚刚李四说这样，王五说了这样，李四说，所以啊，我觉得大家的意见都总结一下就 OK 了啊，所以转给群众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下一个第六个方法称之为烫手山芋法。哎，烫手山芋是什么呢？把一个烧得很烫的山芋丢向你，请问你有什么反应吗？大概人们会有三种反应：一，躲，躲就是不理他。有时候有些听众啊，小声的提了一个古怪的问题，如果大家都没注意到小小的事情啊，你不要把它扩大化，你就能不引起大家注意，越尽量是最好啊。所以你就装作没听见，但是你马上派你的助手或者谁，马上跑过去帮助这个学员或者说一个客户去解决这个问题，主动啊，主动。但你可以装作没听见，因为不要不啊，你说什么，然后把它拎出来放大让全班都知道，那没必要啊。好，这是烫手山芋。还有一种方法呢，它丢过来我再丢回去，就是反问，就是你反问他一些问题，比如像胡老师前面讲的，就针对他的问题问问题。那还有一种烫手山芋，就不断的往上抛，对不对？哇，好烫好烫，那就针对他的问题再问问题。我前面好像举过一个例子，我说，老师请问你有情人吗？哎，我就说，哎呀，哎，你怎么想到这个问题的？就我并没有回答他，我是针对他的问题再发问。哎，他说，我是想啊，你这样全国走来走去，有时候一个人也蛮寂寞的。那，哎，他就这样想。那我就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哦，谢谢你的关心啊，大家给他热烈掌声鼓励，谢谢，请坐，他就没事了啊。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我来讲个例子啊。有一个讲师上台，嘴巴一张，就开始讲了，这个礼仪，这个形象。结果嘴巴一张啊，牙齿上有菜叶，所以学生，牙齿上有菜叶，给我们来讲形象礼仪，他就举手了。老师，你今天给我们来讲形象和礼仪，可是你有没有，你知不知道你的牙齿上都有菜叶，还跟我们来讲形象和礼仪？这个老师怎么说呢？啊，这位同学，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要告诉大家，像这样的形象是绝对不可以上台的。我去刷牙了，走了。所以各位，这叫做及时逆转法。哎，我要写下来啊，叫及时逆转。我再举个例子啊，
及时逆转，就逆风飞扬啊，就逆转，及时逆转法。有一个人呢是卖这个锅的，就是煮饭烧菜用的锅啊。他叮叮当敲一敲，他说：“我们的锅坚固耐用啊，而且非常营养卫生啊，哎，这个洗刷方便。你看哦，它非常坚固的哦。各位请看，他把锅举这么高，然后手咵一松，让锅掉下来，结果掉在地上摔成四瓣。各位，那怎么办呢？他本来想要展示这很坚固，那他就说了：各位看到了吧？像这样的锅，我们是一只都不卖的。”那因为没事，所以这要及时逆转啊。好，那各位，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这七个方法，各位记得有停车场、秋后问斩、超出范围、及时逆转、转给群众、私下解决和烫手山芋。各位，如果你还是有很多问题啊，尽管你用这七个方法，你也解决不完所有的问题，你依然有可能有些问题你无法解决。那我要送给你最后还有一个方法，这个称之为不是方法的方法，却是一个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来自于中国古代的一本中医的书，最早的书。各位会想到哪本书啊？黄帝内经啊，叫黄帝内经。黄帝内经上面有一句话叫做上医治胃病。什么叫上医呢？胃病不是那个胃痛的胃啊，是胃发生的病，叫胃病啊。上医就是最好的医生啊，是治疗还没有发生的病。好，我问大家，消防队，我们北京有消防队吧？消防队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有人说救火。好，北京消防队年底的时候向全市报告，亲爱的各位市民，我们消防队，北京消防队去年在这一年里成功的扑灭了1500场大火。你们觉得贡献大不大？这个不大，实在太糟糕了。最大的贡献应该是这样的啊，亲爱的各位市民，一年多来我们全市没有一场火灾发生，我们没有扑过一场火，贡献大不大？大。这就是，所以消防队的贡献不在于扑火救火，而在于预防火的发生。所以一个真正好的讲师是不会有这些反对问题的。有这么多反对问题，说明这个讲师某方面已经做得不太行了，再用这些方法就是穷争道理，在那里辩，人们只会看到一个强词夺理、诡辩的一个人，对不对？所以最高境界，各位记得，上医治未病。演讲最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一种感觉。演讲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信赖感。好了，那这堂课呢到这里就告一个小段落了。那各位同学，这个 PTT 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我建议大家呢，这只是一个开始，是一扇门，也许我把你拉进来了。各位要注意啊，广阔的空间等着你去发挥啊。祝愿大家能够在公众演讲方面能够有杰出表现。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见。置顶国际在线学习卡，您贴身的培训专家。支点国际在线学习卡，各大中城市书店、机场、车站均在热售中。客服热线010-6222-1685，6226-8579。中文网址：支点国际。